来，有个怕输的再来一盘。来，我来。你们都怕输，我不怕输。我就怕输。我来。半大的。走，小伙子。让我先走。下去对么笑？上马。来，我也上马。进都这马。出去。出去。小土宝。哎，这都下好久了。进兵。来，进步马。叫你出去，出去，这都下苦了。上马，出绝窍！哎，我就不出去，我就上个，我就上个校。嗯，他就不出啊，能下过谁呀？出个绝窍！先防守，先防守。哎，请靠！你刚攻吗？我不攻，我上马。他敢攻吗？他就跟你攻了。哦，你把他上掉，先来一个杀一个嘛。不要急，出去。哟，是我跑了啊，打马。进去。哎呀，我上再回来。哎，是不好。两个车都睡觉呢嘛，出去吃炮。哦，我就给他拱掉。起来。出去啊！防守，防守，知道吧？小炮，你好，打我的马了啊！回来，他炮给打掉了。哎呀，该去呢。进去。丢死了，看。咋丢了？咋丢了？咋丢了？啊，那吃马把你家贼打掉。哎。马给你吃了。哟，那咋还不吃呢？说话打掉，给他换。麻木，哎，哎。将军，张兄，上上，出掉了，回去吃炮。不要这么悲观，行不行啊？是吗？我上马，记住，靠马去了，马没了，咱俩吃马就马死掉了。上给他吃了，吃他上有啥用？不要。就打到王去了，哎，我退去。吃马，吃马。他将军，你对局啊？我先将军。对局，对局。退局。老中炮也看出来了。吃马。还真是吃完就行了，不高吃啊，那肯定是不高吃。来，我再上马。出轿吧！哎呦，我操！出轿！我哟，走的摇还将军，出啥轿？骑着下来了，还没叫你出呢。上上的将军就绝杀了吗？你可以再出轿吗？出来，那还有考虑啊？哎，四四将将了。来，是给你打了。六六，打了就行了。打了。来，军家。哟，哎呀，我不要了，哎嘿嘿，我就三箭吕布，毛想和你找，还都没关系的，咋找吕布呢？陛下，哎呀，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打他双骏，那将军就跑掉了吗？那关键是哥，他是可能就他跳马一脚就撒掉了吗？直接就他只能跑一个吗？哎，上来，再跳马一脚，那跳马一脚就在上了，嘿嘿嘿嘿，来，再继续讲，啊，再下来。绝对不要了，再跳马个九杀，就完蛋了嘛！来，是给你打了，局都不要了，将军才局呢！哎，忘啥呢？不，那就找来，他给我举个材料。哎嘿嘿嘿，好吃了，将军，哎，我跟他对局。哎嘿嘿，还闹闹，这就对了吧？你看他还有啥呢？他啊，他也该追着呢。你给我喝去啊！来，多一个马了，你看见没有？国代的，那国个不就一掉了吗？进去，你上就行了。人家国界呢，还飞笑呢，我看我不走了。过这个，嘟嘟嘟嘟嘟嘟靠。进兵。嗯，我也进兵。再进。上马，还上马呢？你上马那不进兵了？
啊，退去。不搞，真不搞。咱不敢吃，咱不敢吃，被吓死。小鸡巴想吃掉，小鸡巴想吃掉，小鸡巴小鸡巴顶住，最鸡巴想吃掉去了。哎，光你才几个谁？吃下。有光蛋蛋吗？我多一个马还。好，整起来顶了。对。小鸡巴跑掉了，猫。我就不跟了，对，将就。上来。光头的话听不着，你进逼，出去。进逼。操马。没用的，来继续进兵。到家了，马上。再回。对。咋的？那这。陛下。哎呀，跳不了卧槽了。收家了吧？哎，还跳卧槽算了。要进攻了，现在就进攻了。撤兵。上跳。撤兵。不吃。吃了干嘛？不吃，不吃。不想飞起来。再跳。再跳。嗯。退去，他不害怕了吗？回来，回去，来靠边。我尿兵踢球，我操了还。张军，哎，出来，正好出来。又飞个枪，哎妈，又给踢住了。飞下，我尿兵踢球。是哪个军？啥车呢？是哪个军人？那公哥要兵骂可要就是那种、哎、来我落下把这送掉不理他给我记他扣我的鱼了知道吗那抓你来吃掉吃掉就给他踩掉嗯进去然后再回来进局啊这就把扣揪起了吗揪掉了吗哎将军咋样的吃吃吃下来好嘞嗯进去我再回来我进兵小刘小刘要把头遮住吃麻了吃麻了我退去我好烧我拉烧了靠进去了你烧来我靠边烧来你咋地上去将军烧三楼他报废了来将下下去了走这来了进去哦哎，赶快跳！我操，一跳死你！那没机会，将军。咋没机会？你这能交上吗？哎哎、送聊聊聊聊，送呢？聊聊，送呢？不小不？走吗？送哎，送，交就算了。哎呀。